提告的内容还不知所云，因为不管他告我或者国的告庄瑞雄委员的部分，大家可以去看，真的不知所云，因为我们两个没做，我跟庄瑞雄没有做错什么或对他说错什么，所以不知所云嘛。哦，等他先搞清楚了，他要告什么，哦，先把话讲清楚，那怎么糟蹋我的，我希望。够了，到此为止，何志伟，够了，哦，别闹了，醒醒吧，也省省吧。那我不希望看到有人来撕裂我们的民进党，这些初选的抹黑，都是给国民党攻击民进党的子弹。那按铃提告的原因是，从过去的萧美琴，到现在的何志伟，哦，抹黑的文化越来越严重。这场诉讼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捍卫台湾民主价值，还有更干净、更清廉的选风啊。